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梦琪要用她的压岁钱给她的姑姑买衣服，是不是？是。大声。是。哎、买礼衣裳不能超过100。不超过100。超过100了我就没钱了。好，不超过100。超过100我也嫌贵。是不是？嗯。姑姑那么节俭的事儿，只有给你买衣服能超过100，给姑姑买衣服都不能超过100，姑姑不配。是的不？现在去买。走。走走，把娃耍了，再去。去。奶奶。哎。我要给姑姑买衣裳去，明年给你买。好吧。走。大雷。明年给奶奶买。好，走。走，我上楼拿钱去。好，我也跟着一块儿过去看看，看他的钱在哪里，看还有多少。给拿了吗你？还多少了？差点。啊？多少钱呢哟？差点吧。这里面，这是10块。嗯。看好，这是10块。啊啊，我看好了。Later。就是。嗯。就是五，钱拿着恁多。走。我得感觉剩下的钱可能会所剩无几。那你得平常都得多挣点钱，知道不知道？嗯，这是心意。嗯，心意，心意。他不懂的心意。嗯，他要不懂心意呢，咋呢？啊、他要不懂心意，告诉他什么是心意。他要是欺负姑了，他要是欺负姑了，你就嘲笑他。他要是动手打我了，你就再嘲笑他。那他要是打我，打的很，我都不敢动了嘞。嘲讽他。你需要做啥不？我需要更加努力的嘲讽他。啊，他要是打姑，你跑不跑？我不跑。你打着。我要看着他打。看着他，大家看看有没有，看看还有没有人，然后让他们报警。啊，你啥呀？你为啥不报警啊？我没有手机。你不爱着我吗？你不替我爱吗？那不中，哎呀，我这俩都两败俱伤了。嗯，你的意思只能我受伤，你不能受伤。嗯。走吧，别磨叽了。走。Later。可能剩下的钱还能买个糖吃。我跟你说，佳佳，我跟你说，佳佳，恁姐姐要拿她的压岁钱给姑姑买衣裳，你有什么想法没？啊？我没有钱。你咋没有钱呢？妈妈不干。你的钱呢？我那个裤子里面呢。啊？10块。就有10块？那你不意思意思？爸爸给你。啊。佳佳去上楼去拿他的钱去了。佳佳拿着他的钱来了，给他留了。打开，我看这留有多少钱。那你可不能再找我要了哈。哎哎，你给我妈妈，我明年咱的压岁钱给你买个好看的上衣，给奶奶买个好看的裤子。你可别花哈，你别忘了，你还要给我存彩礼钱嘞。好。